最近呀，我的嘴馋，光想吃点好吃的，可是吃啥好呢？出去转转。哎，这不是辣条吗？开吃喽！咩咩咩咩咩咩，咩咩咩咩咩咩咩，真解馋！咩咩咩咩咩咩，哈哈，都把我吃光了。哎，我总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拿镜子照照，哇，我的脸怎么都是红点子呀？哼，我再也不吃辣条了。小鬼，你在画什么呢？爸爸，我想要一个妈妈，我正在画妈妈呢，可是我不会，你帮我画一个吧。哎呀，我也不会呀。你等着，爸爸有办法。白雪，我命令你，你赶快给我的小鬼画一个妈妈，要不然就让你当小鬼的妈妈。僵尸先生，我现在就给他画。哇，这个妈妈好漂亮呀，我想让她成为真的。听见了没有？赶快让她变成真的。想让她变成真的，就需要小朋友们的帮忙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点一颗小红心，让这个僵尸妈妈变成真的。来，这个可恶的蝎子精，非让我要给他做火锅吃，要不他就把佩奇给吃了。我先给他放2个臭眼珠子。再给他放一个臭鞋子，再给他放一坨臭便便，臭死他！然后放上鱼、水饺，再给放上鸡腿、鸡翅。我的火锅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你快吃吧！开吃喽！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么臭呀！这里面都是些啥东西呀？臭死我了！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这次考试终于考得比白雪多了，回家不用挨批评了。这次考试没考好，不知道早上贝尔往我碗里下了什么药，这可怎么回家呀？母后一定会批评我的。白雪公主，不要怕，我来帮你。魔法棒变，谢谢你婆婆，这回我可以回家了。小朋友们要想帮助白雪，就送给她一个小红心和一个关注吧。这次考试你们两个考得都很好，母后很高兴。母后，白雪她作弊，不信你等1个小时后再看她的分数。哦，白雪她一直学习，成绩都很好的。那我再等一会儿再来看看你们的成绩。小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吧，要不然我会受到。我要吃西瓜，好，给猪爸爸一个西瓜。我要吃香蕉，好，给猪妈妈一根香蕉。我要吃葡萄，好，给佩奇一串葡萄。我想吃黄黄的、软软的、臭臭的，你猜是什么呀？来，乔治，给你一坨粑粑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能吃吗？我说的是榴莲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们这……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白雪，你不要吵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被困在这里。贝尔姐姐，你别再叫了。童话王国里面，他们都喜欢我，白雪公主。才不是呢，他们喜欢的是我，贝尔公主。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是，他们喜欢我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公主别吵了。现在咱们让小朋友们来投票，看谁的票数多，我就把谁解除封印放出来。那现在就开始来投票吧，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白雪公主的，就点关注加小红心，评论666；如果你们喜欢贝尔公主的，点关注加小黑心，评论888。